关心偏向部落居民的健康，台中荣总病院医疗团队专工前往信义乡罗纳部落举办义诊活动，嘛大临时的看诊室，保障每就患者的温书。部落居民表示相当感谢，予地方长辈个指导，拢会当就近来看医生。由台中荣民总病院以及中兴大学后医科联手义诊医疗服务，15号在信义乡罗纳部落举办，希望带着医学生来关心并学习偏乡医疗环境，并且就近来为部落居民提供全面的医疗服务。我们这一次的话呢，是内科、外科、骨科、妇产科、儿科、鼻喉科、眼科，还有牙科都有来。那这些在部落的话呢，他们常见的是三高，还有尿酸高，有一些比较复杂的病例的话呢，我们就马上用5G的这些行动装置，马上传回台中总院。那在那边的一些比较资深的医师们，他们随时就可以借由5G来指导，或者说马上给一个正确的一个诊断。了解一下呢，以后我们的学生，因为他是公费生。那知道呢，以后下乡服务呢，它的这个对象、环境，还有呢整个医疗体系的一个建制，那对于这个未来服务的一个心情跟态度期许，不会落差太大。台中荣总病院院长陈锡安亲身带队，显示对这次罗纳义诊的重视，用心的安排，予部落居民感受到上温暖而且专业的医疗关怀和照顾。乖哦，你好乖哦。那我们也代表许县长哈，非常感谢这个台中荣总医院哈，由陈院长哈亲自率领哈他们的主任级的医疗团队，携带这个精密的医疗仪器哈，还有这个中兴大学的后遗系的学生哈，一起来罗纳哈进行这个义诊跟整合型的这个筛检哈，将我们最好的一个医疗团队在偏乡能够给我们乡亲来服务。那我们知道我们乡亲及偏乡的医疗资源的不足，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义诊能够带给我们部落居民更大的一个帮助，能够彻底的检查，让我们的身体健康获得一个延续的一个诊断。医疗陈锡安率领60位医疗团队来到信义乡罗纳部落，带来5G行动医疗服务跟品质，并用心搭建临时的医疗情景，保障每一位患者的温书，用心并专业的义诊服务，希望和偏向医疗不再有距离。记者金山差不多。